前往南湖东风的路上。好累啊！第二天的行程超硬的，南湖东风上来好累啊，超级深的，状态还是不太好，真是拖累队友，他们没办法看日出。大云海，哇，这几天一直云海景啊，然后干上去这里，累死了。前往南湖东峰，太美丽的。南湖东峰。啊，不是合欢东峰。哦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合欢东峰的朋友。南湖东风，叫东风的都不是硬的，不是软的，除了海环东风，耶！第二天的第一座，这些对海拔无感的队友们，真的是跟神一样啊！有什么感言吗？人生好难，海拔怪兽们。你是海拔？我是海拔低能。乱说。继续前往马比山山，超级遥远的路程。守城小队。比山山，这个南湖真的是好漂亮，完蛋了，一直拍照，不知道走不走得到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这个是海底珊瑚？真的很像。桃色峰呢？好累。各位，桃色峰真的很值得来哦。我们现场雕刻家刻了一个牌子，上来很轻松，10分钟左右。连汗都不会流，然后可以整个眺望全谷，全谷间隔哦。哦，然后那个远方的那个马比山山，还有那个溪虫有没有？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太漂亮了。但是我下次绝对不会再来。桃色峰，哇，太爽了，在桃色峰喝沙士，就是要喝沙士。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拍桃色峰。
这边啦，阿呆。桃色峰下来，觉得这段没下雨的话勉强还行，如果下雨的话这个石头可能会蛮可怕的，直接滚到桃色峰底下。我上面的风景真的还不错，一生只来一次，一定得上来啊。继续前往马比，看我们的队友们精神抖擞，羡慕羡慕，魔法师开始在变魔法。桃色峰过来这个假山头有点无情，抖成这样。哦，刚刚从对面的桃色峰看过来，严格来说腰到就好，我就说如果要登顶的话我们就在上面刻一个桃，不是桃色峰，马比山山，结果真的要爬上来，好远哦。继续走，开始有一些困难地形了，我们看看腿比较短的队友要怎么办。过得比前面180的还要顺利，棒。刚刚才在说希望可以不要登顶，现在已经到他的脚下了，结果还是要登顶。不过这石头很帅，大颗，对不对？大坝小坝，对，我们已经在努力往上。远看像大坝，近看像门牙。我们马比山山的路上好多奇特的巨岩，风景很漂亮，值得。现在来到这一颗南湖大山东南峰，东南峰有大小坝的石头哦，还有门牙哦，风景真水，诡谲多变，诡谲多变哦，云海很多很多。大山东南峰，好像在过五关斩六将，好多好多奇怪的岩石。好像看到马比的山头了，还是很远，前面有很多步条。拉筋的队友，这段抖下，他的卡筋术已经在哀嚎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了。从东南峰开始无止境的抖下，这是什么马比山山草原？好热，好热，队友已经受不了了，膝盖痛，膝盖痛，脚趾痛，心痛。希望在一个多小时可以尬到马比，终于到三岔路了，等一下就上坡爬升，大概200-300左右上马比 Go。 哦，钻建筑钻得很崩溃，已经在抖上了，又有建筑，好像永远都走不完一样。
常漂亮，你知道云海马比山山。伙伴们，哇，成功，完美了，耶，来，高一山山，马比山山，我要快起叫山，成功，嗯，马比山山，这座真的要有一点意志力。从那个白色头，那个是南湖东南峰，一路这样子下切，大概500到3000的地方，再上上下下经过两个山头，讲该上个忘记了，反正太累了，有无数的建筑，然后再爬到3200，我早去了，11的马比山山。好嘞，准备吃饭。三角点吃这个泡面，还有高丽菜。刚刚路上看到有人种，就跟他摘了一点。我感觉我都要走到花莲了。清水大山，从云里面露出一颗小头，太崩溃了。吃饱喝足，准备要回全谷了。准备要疯狂抖下，在抖上，山顶超热的，虽然有一点风，但是正中午完全没有遮蔽。我这里马比往那个东南风看，真的很漂亮，很像上面有雪，不过那其实是蛮特殊的岩石。我们等一下就赶快下坡，建筑海。哦，眼睛要小心，头要低低的。对了，本来被刺到。哦，好了，要看地下有没有地雷。哎呀，这段好像蛮长的。比较好一点，但是还是很多，还没结束。哇，出来出来，还要再进去，从马比下来，走57分钟。哇，到这个岔路，
等一下就下去吸。哦，有一段小横渡，看起来蛮安全的。哇，从建筑转出来之后，这里有一片漂亮的草原。哇，这个腰到这条路也不好走，很多障碍物，超多陷阱的。然后这里有两个池子，如果有营地的话，我觉得这里应该还不错，哎，蛮像仙境的。头顶上就是东南风，石洞裂掉，下面当宝。早上才在上面那个桃色峰，白白那个，莫名其妙被抓去登顶。然后那时候就看下面这条溪，觉得很漂亮。莫名其妙，现在又在下面了，至少不用靠上去。棒！好舒适的河床，慢慢走。我今天走过最舒适的路了。竟然要从这里干上去，真的是蛮硬的。大家有看到吗？我们从最下面的溪底一路陡上，陡陡陡，超多倒木，没什么平坦的地方。这条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陡，可能比那个棱线那条还要更陡。很特别的体验，在溪床里面走。这里好像有好心人绑水源在这里，不然这沿途真的没注意啊。这里有一片很特殊的地形，酷哎！啊，严哥，我们的队长于姐。哦哦，他现在已经有点失心疯了，快受不了了。怎么会这么行？发现一滩水，严哥说想喝，很清澈。超清澈啊！可是上面有好几只很可爱的生物，飞来飞去的。这是小虫。哎，这是小生物。这是你刚刚东西，大陆旗一堆这种虫。好，我们不去了。神起来是黄色。觉得体力好的人有够多的，来马比进来回程还可以给我叠石头叠一大堆，超强！看我们严哥叠一片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小雨也叠一片。好，走了那么久，终于看到活水了，口干舌燥，哇！等一下。暴喝一顿。这个笔直的陡上，想吓死谁？看看这两个，努力，以为准备要爬上来的两位人类，但是呢 ，no， 没有到。在这里，该死啊，在这里啊！还有一段很长的，
小坡度要走，上面那个牌子四叉路哦，真的是不近呢、欸。辛苦攀爬上最后一次爬升的两位，到喽。耶、yeah ！还有我们的小吴，小吴在后面的云海。真的不容易。真的到了。不容易。终于到了。啊，到了。一个岔路。到哪里了呢？好，岔路。岔路。哇，这一座真的不容易哦。很多很陡很陡的地方，不过它的爬升也才1000多，感性。有人说他去看一个东风的什么的什么树吧，很快啊，那不会累耶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女王头树，干，有够喘的，终于到上捐谷了，离帐篷不远了，干得好累啊！不会再看到上捐谷了。最后的上捐谷。终于回到帐篷了，要在5分钟就到了。马比三三太超了，先来圈谷晒脚脚。帐篷视角，躺在帐篷里面就可以看到一堆山，太梦幻了。